一花金，托把穷穷金，俺一个钱包金，看看见我们邓家子，我干啥当俺当这一金，俺的娃的命嘛，这光成为干事的解决。大家从嘛去抢劫那个了，六十万那里。哦呀，我是不说那么些，领出这个干呢，对不？你要我讲这些那里的，啊，现在国是个第一个是哪呢？给你听了，等那聪明啊，搞事是去的，啥的肮脏的头发也没了。Yeah.